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秋南。在今天呢，其实是我的生日。然后呢，其实我的生日蛮尴，在一个蛮尴尬的节日，因为它同时也是情人节。但是我看现场的很多小朋友们都在学习跆拳道，我就希望大家呢能够坚持下去，对。我还该说些什么？